你在哪儿？那天是我无意伤了你的心。对不起，你快点回来好不好？你怎么？我白天问你的问题，你还没有给我答案。我没什么想说的。我把你当做我的朋友，就说明你是我在意的人，我就必须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。告诉我。乐台今晚8点，因为爱情有奇迹。